多啦，敢会是你想过敏感啊？因为不管怎讲哦，恁阿伯应该带领恁阿公阿妈使用叶文静，好好照顾才对啊。毕竟你这是感觉正痛下面。我知影你的认为是我想过敏感嘛，啊，不过这就是我对阮阿伯的感觉。其实。 阿伯，你出对袂有代志啦，看你交代哦，你千万唔通去倒转来，知影无？嗯，好，赶紧来去，哎呦，拜托个，哎呦，顺利顺利来，阿妈来，顺利我来行，我来行，来，来收。真正想袂到，你会找大灶原因，竟然是这种状况。 我嘛唔知影，我甲超强是安怎个，唔知影人到底迄间足奇怪的密室内底，若唔是阮阿嬷叫我，我赶紧逃走，我嘛袂一个人走去美国。若唔是为着要找到亚杰迄路，我甲超强应该嘛袂拄着。所以你问阿强迄个无意思，是你烦恼？ 你今日阿伯只说阿强做出什么跟社畜关系的代志，我嘛不是真确定啊。可能是我听到陈东俊的记忆，超强的动机足奇怪的。伊替咱掠着陈东俊，然后佫把陈东俊劫走，我雄雄想着，才去逼问伊，目的到底是啥？啊，伊竟然甲我讲。 卖牵拖到因爸遐，看伊这样为何因爸，应该是袂记伫密室内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好了，你先别烦恼了，你即马无了证明陈东俊是阿强查走的，咱着看事办事，总是找着真相的。这当安尼啊？爸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啦！ 我嘛无去去让劫走，我嘛无想要代志行到这个地步啊！你真正认为警方有相信你强兵硬凹这个讲法哦？啊？就算讲你真正让劫走的啊，后来你走去病院，你要杀死林子谦，啊，搁拄则，你要甲王浩杰绑走这个代志，你这个囡仔哪会戆干呢？一错再错，你安尼叫爸要哪救你啦？我是有考证的啊！我若真正叫掠转去关哦，我至少人就真正乌有去啊！我当然嘛要拼这届啊！ 爸，你敢知影？也是巴肚内有我的囡仔呢，这真有可能是我陈东俊即世人唯一的囡仔。迄嘛是我拼性命活落去的希望啊！我当然嘛要带因母仔囝做伙离开，安尼阮一家三口，唔只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啊！东俊啊，机会已经给你啊，是你家己无把握。我可劝你，赶紧送去上班，去甲警方投案啊！我得靠律师，下当替你检辩还击啊！不对。 告诉你，甲警方讲啊，到底是谁甲你劫走的？让因知影讲哦，你毋是自愿的，你是受着这甲你劫走的人啊，甲你威胁，一切拢是不得已的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对啦，拢是迄个江超强伊逼我的啦，无代无志甲我劫走，佮我讲哦。
只要我去解决掉林子倩啊，伊就会遵守约束，照聘照行。伊会给我坐通啊离开，给我换一个新的身份，去别个所在要重新开始啊。你怎么的威胁我？今摆我，就甲阿公当年同款迄种心情，切心又搁无助。既然恁大家拢无爱甲我斗相共，想要目睭金金看我去死，那安尼，我就死予你看。至少，这是我家己会用做出的决定，恁大家拢唔免着我。你妈嘞！我一定会叫你紧点，你紧啦！等下都是危险啦！你加快，等下！你紧来！爸，只要你莫放弃我，我保证，我一定把江超祥给我劫走，并我去台西林子县的口径录起来，让你会当替我争取缓刑。等我确定我无代志以后，我一定会回来拥抱你，报答你的。这看我的陈东俊，竟然敢出卖我！少爷，你是看伊的唇语，叫等伊在讲啥呀？当然了，无爱读心术哦。真正就看我，我千交代万交代，竟然无要把我话当作是回事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袂当让逍遥安尼胡白乱来啊！啊，袂等总裁若知影，我一定互捌皮啊！哎，逍遥，哎！东俊！少爷，算我给你拜托，你较冷静的啦。这代志是让总裁知影，我一定让抬头白命的啦。死人才会永远保守秘密，这就是反背我的下场啊！你是拢讲袂听？陈东俊，你爸为着救你下落去啊！你竟然这样离开想要走，你敢是人啊？你是要啥？我当然要先自保啊！安尼以后才有机会同我报仇吧。我想一下啊，高放，放开啦！人呢？人呢？在底下。
放开！放开！杨队长，马上去派救护车，你有人从楼顶滑落来。好，我马上处理。把人扣起！快上车！杨姐，杨姐，我拜托你，来来，囡仔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。囡仔是我王杨姐，跟你无任何关系。杨姐，杨姐，老爸赶快施法，阿罗，咱老爷是袂原谅你的。爸，爹，爸，爹，陈忠信哦。这是分不开，还有喘气，我已经叫救护车，你不要太烦恼。请问你是？江总裁，是你啊？文杰啊，是我。你嘛在家，阿伯，丽萍，丽萍，丽萍，啊，是我，你敢会记我未？江忠林啊，无诶，我无诶啊，是你。救护车来啊！先给谭忠信啊，送去病院啊！啊，我嘛无害死人啊！较早我嘛有驾驶别人，你知以后嘛是练几拳啊，无遐尔想。为什么这届对我遐尔严格啊？破车敢有需要连点也破啊？到起码搁一眉不误。爸，迄是因为你无了解陈忠俊这个人啊。无安尼啦，我即马去单位甲陈忠俊做来拢送来。你看过以后，你就知影，我干那甲动作是差安尼破开，我家己才小小气哦，是对伊真好啊。哦。佮啥物变改？爸，你今日占着啥物药啊？就算讲我驾驶陈忠俊的方式较偏激啊，啊，不过伊这样嘛是活跳跳啊。你紧张啥啦？我遐尔严重。你是在讲啥？你你从来唔捌拍过我，因为你即届做了小丑鬼啊！我即摆开始检讨，我会对你啊，是不是只有天晴啊？啊，有甲你拍醒吼，恐吓以后我目睭紧紧哦，看你的三观啊，愈行愈偏啊啦！爸，这就小可代志。你所讲的小可代志。现在已经是新闻头条啊！你到现在还没感觉到，事情多严重。